来来来来来，泡茶你啉啦哈，来来来，我泡老人茶啦。别别别别，别麻烦了，我啉这就好啊。哦哦，啉这啊，来来来，四杯四杯四杯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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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是恁叫超过啦哈！吼，迄张文斌，这个念头的吼，进前都叫一群人来要甲我买土地，我甲唬出去啊！即摆阁派你来哦，哈！安怎？欺负我老人，想讲我甲国家无几年啊哈！我老人好欺负呢！你要创治别人进前，应该先摸好清楚，到底谁才是你的元首人？我不是百夫集团派来的，张文斌是我的死对头，伊是咱两个共同的敌人。啊，无你写嘛？看清楚，我是星星直播购物的董事长郭建兴，大家拢叫我行长的。啊，歹势啦，歹势啦，算讲我误会你啦，我当作你是张文斌的歹人，因咧定的哩。是的啦，是的啦，是的啦，歹势啦，歹势啦。我该去哪？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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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改悟了。好好好。我老实跟你讲啦，其实我迄块地吼无要卖啦，我咧放空去的啦。就是这些，我知你甲百福集团有冤仇啊。啊，不过你是国教子弟呢，啊，虽然有淡薄仔钱，啊，不过你也是要跟人打卡，哪有可能会赢啦？我拼袂赢，你都拼会赢哟。你若是甲土地卖好啊，刘文斌就气死。你唔来，当替你后生报仇。家己来当赚袂少钱啊！我来当出两倍继续给你买，啊，若无你咧土地啊，伫遐坑粪扫，有够讨债。哦，我抓到啊！哦，原本我是想讲你是一个有理想、有正义，甲张文斌迄阵有钱人无同款，当时拢同款呐，眼中个人有钱啦，想要赚钱啦。哼，邱先生。你嘛误会啊，那真乃天真啊！啊，虽然讲这世间呐、啊，钱不是万能的，啊，不过你来是。哦哦哦，卖多了都也唔够，哈、哦，都、就是恁家财团呐，干来要想要赚钱啦，拢无要保护环境的重要，海啊，你白纸上愈来愈少，地球吼、哦、暖化是愈来愈严重嘞哈，都、啊就是恁家好家人害的啦，我跟你讲啦，阮家的冤仇我家己会报啦，免恁多加报啦。跟你这种人哦，我无话通讲。等伊，等等等，等伊啦，听无用，等伊啦，哎、欸，叫你等伊，我笑话你。哇，生目睭哦，第一看到豹哥去用拍枪，拍干嘞。什么咧拍枪？你即摆是咧甲恁豹哥拍枪耍啊？无啦，我是讲吼，咱未来耍，真正有够歹思考的。你看，咱豹哥来做甲老官，却嫌甲老烂。若是换做吼酒店遐个小姐吼，怎嘛会烂过来？咱未来耍，真正歹思考啦。豹哥，这个啦，我不应该安尼讲所有的歹话，我嘴臭，我家己先嘴皮。啊，其实哦，我跟你嘛知影讲哦，我是爱情大学内底幼稚园学生啦。啊，连看查某你想啥面相都拢无，啊不怪哦，迄个姐姐小姐现在无一块好。新歌呢？兴哥，啊，你是拄到什么麻烦了？啊，你不怪辛苦，才你两倍啊！
煞唔知啊，我去甲别人咧讲代志，我想讲好好讲，会当互人知影我的心意，结果竟然拄着一个老翻天，你看，搞不甲变安尼啦。啊，对方是谁啊？敢需要斗三工替你处理？我去发现代志，你当搞斗三工啊？哦，英国，你别甲帮帮忙。你对我恩重如山呢，你交代的代志，我一定使命必达的啦。我嘛无想要让伊伤过为难啦，这代志就简单办。上要紧的是，要回点头。好，包在我身上，这件代志。我一定做到让你满意。我就知影当初无看唔着人，这代志就麻烦你了啊！啊，你讲嘛，你讲。晨晨打招呼，老师好。老师好。晨晨好。晨晨的头怎么受伤啦？哦，啊晨晨嘛，查甫囡仔伫出来底乌白肿乌白肿，啊就跋倒无顺利的啦。啊，不要紧啦，无安那啊。足奇怪的，啊你唔是讲晨晨伊足黏的，哪有可能会乌白肿？还讲伊用坐伫遐规个波拢唔讲话，那是讲真活泼，应该嘛是讲阮伦伦，阮伦伦哦，就是最活泼、最可爱的小太阳，对不对？我是妈咪的小太阳。对。嗨谁啊？阮晨晨哦，就是在家一条龙，出外一条虫。啊，有啥物好奇怪啊？老师，我想上厕所。哦，好啊。那晨晨要不要一起去？你们上完厕所，把手洗干净，我们准备回来上画画课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去。晨晨，你是妈妈的生日。怎么会撞到头？晨晨，这个给你是，你可以告诉我了吧？老师，其实阮伦伦嘛，互你教画画教遐尔久啊，是不是？拜托你，赶紧替阮写推荐信，安尼阮嘛会用较顺利，你免卖特问啊。应该不是这样吧？那老师哦，若是要写推荐信，应该要写给伊感觉上优秀的学生。伊讲阮晨晨哦，上优秀嘛有天分，爱写嘛是替阮晨晨写。老师，阮伦伦是真正足用功的，你给伊的任何作业，伊拢有写完，而且伊当去厝的嘛会自动自发，家己画足侪图的。老师，阮伦伦是真正足认真的，伊才是有资格摕到你推荐信的人，对吧？伦伦是真用功，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艺术这种物件，就不是用功就有效啊。老师有讲过，阮晨晨哦，足有天分的，伊足期待伊未来的发展。啊，你伦伦是要跟我晨晨比啊？你即摆是全拢要跟我冤家了？两位妈妈。这是教室，请你买比较完结啦。啊，推荐信的代志，我这几天就会做决定啊。老师，谢谢。妈咪，妈咪，妈咪，妈咪。我知道晨晨是怎么跌倒的。晨晨跌倒？怎么跌倒的？舅妈说，是他让晨晨跌倒的。伦伦，乱讲话哎！刘湘琴，你想要干啥？无进无出，我骗人讲哦。我没乱说话，是晨晨告诉我的。晨晨来，
不要怕，我们没有要责怪你的意思，我们只是想要弄清楚晨晨是怎么受伤的，这样我们以后才可以避免啊，好不好？怎么样啊？我是你妈的五姑婆哎，老是拉你就过去是怎样？过来！你想做被遐尼啊歹啊？你那是袂讲白贼的，你家己管教不当，想做被怪到阮家来？我即摆是安怎啊？你倒一日目睭看到我管教不当啊？想要趁在怎样人发烧？头壳无清楚，这个轮流我袂讲。老师歹势啊，阮趁在人无爽快，我先带伊转去休困。走，可是我想跟老师画画。晨晨妈妈，我看晨晨拄仔礼拜的时阵精神袂歹，而且我帮伊的手嘛无体温过热的状况，啊无吼，互伊留落来上课啦。啊，我嘛拄好想讲，趁因即几遍上课的时阵，经营较优秀的作品出来，会当放伫个推荐信内面做伙送出去，你感觉安怎？老师。你不是讲阮晨晨的作品拢袂歹，无你凊彩经过就要去就好啊。我甲晨晨需要沟通一下，晨晨走，妈妈真走听不懂哦，走啦。看黄雪晴这个办事，一定是要甲晨晨带到无人的所在，对伊使信赖。啊，啊若无伊的个性，拄只这个状况，伊绝对阁可以小甲我玩，无可能甲囡仔安尼带走。唉，也无怪啦，毋是家己亲生的囡仔，哪会听会入心？林大嫂，安尼对囡仔不当管教，这代志吼，若是传出去，我惊晨晨就无法度入去麦特文啊。感谢谢。啊，你敢知影？林大嫂平常时是安怎管教囡仔的？其实哦，除了学业成绩以外，父母的态度，啊，佮有亲子关系是毋是有好，这拢关系到入学的重点考量呢。老师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假使讲若是予大家拢知影，黄雪晴是安怎考得成成的，伊入去麦特文的机会？对，较少。我是无想遐尼济啦，我是咧烦恼讲吼，我若是替伊写推荐信，啊，万一互人查出来因的亲子关系无好，安尼我会受到牵连啦。老师，我了解啦。那呢，我先对出去看卖。啊，若无以黄雪晴，伊的情绪遐尼无稳定，我是惊讲哦，伊会继续骂晨晨。啊，毕竟伊嘛是我的孙啊。我看伊安尼哦，我嘛真不敢。那那就麻烦你啊，不问题。等我一下，走，我们出去一下。你给我过来，这边给我罚站站好。我问你，为什么要跟伦伦讲？你是不是以为家里面有阿嬷，还把她给你当靠山？就该欺负妈妈！我最讨厌每次都装可怜，是不是有我这个妈妈让你觉得很丢脸？我真不明白哎，你不是跟我讲好了吗？跌倒的事情你不会讲出去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讲啊！现在你爸已经把我当成空气了，你现在怎么样？就都不认识我是不是？跟你爸联手欺负我？好啊。这么爱讲是不是？就这边就跟空气一直讲话，我就不要再理你了。妈妈，不要丢下我，我以后不敢了。以后不敢了？你每次要讲这句话，我听了都烦了。然后我走以后，你就哭，你就哭啊，好啊，你哭你就哭给我看啊，就哭到晚上我再来接你。我真被气死了。大嫂，刘湘琴，你来要创啥？来看我的笑话是？我不是来看你的笑话，是我看你拄只心情不好，
今日甲开，出伫个晨晨身躯顶，你莫对伊遐尔歹啊！这是阮母仔囝的代志，跟你无关系，是甲我无关系。啊，不过拄则阮伦伦讲唔对话啊，伊误会晨晨的意思。晨晨，你刚刚的意思就是要说你不小心跌倒，是妈妈要扶你起来，是伦伦听错了。刚醒叫谁呢？晨晨，你真的是这样跟伦伦讲的吗？你对伊遐尼啊歹着，伊拢互你惊着啊，哪有可能应声啊？是阮伦伦唔对，我伫遮甲伦伦都要向恁解释的，你莫阁怪伊啊。伦伦，我们跟晨晨还有舅妈说对不起。舅妈，对不起。其实我的妈晨晨是因为伊个性太过软弱，阁无胆。我若是要训练伊哦，以后大汉就会变作一个软柿子。你讲的我拢了解，我嘛是做人妈妈的，常常因为囡仔的代志，无用家拢袂记你家己。咱的压力嘛无任何人知影，啊，不过我真清楚，所以不管安怎，咱拢爱坚强啊。湘琴，感觉我做的阁无够，我不管安怎做，恁哥就是袂要紧我，拢认为我做的拢是应该的。我这么辛苦，我真正不知道，我真正不知道我到底是为着啥。大嫂，你是不是最近常常情绪管理失当？常常因为晨晨一寡小块代志，所以你常常性格一下就压起来。湘琴，你哪会知影？其实二十四点钟照顾囡仔的妈妈，拢有这种镜头，这叫做产后忧郁症。虽然讲你无家己生落来，啊，不过伊拢是你咧带的，你的情形我真了解。有真侪妈妈爱开足侪时间、足侪年，才有法度把这个镜头一直有好势。大嫂，其实哦。阮本院内底有足厉害的身心科医师，我通介绍予你。我嘛甲你保证，你去看医生这件代志，我绝对袂甲别人讲，会替你报销秘密。刘湘琴，你即摆意思是，我骂我家己的后生，我有病？我看你真有病，你全家拢有病。大嫂，你敢有需要安尼？我是代念。咱两人是同事的感情，我才会好心建议你呢。既然我给你的建议你不想接受，你嘛不需要骂我吧？尤湘琴，我伫咧想讲你平常时对我这么无礼貌，今仔日你这么好心给我回击嘞，我问你，你拄只跟我讲迄五四三什么意思？想要做啥？我无吧。我给你的建议，你若是不想接受，那我嘛不搭插你啊。哎，你别走，给我讲清楚哦。黄雪晴，你今天就搞彩礼呢？放手。哦，我知呀。你是不是爱我去看身心科，然后甲罗老师讲我有病，到时阵伊就无法度替我写推荐信，奶奶阮晨晨就无法度入去拜访我啊。我看你的表情，我就知呀。姚湘琴，你真正是心肝有大病毒哎！我不是你讲的这种人，而且我嘛跟你无同款，无亲像你遐尼啊搞心机。我可要带阮伦伦去上课，无时间插你啊。走。姚湘琴，你敢会记得哦？我黄雪琴的好心哦，是不可能会输的。伊走对了你去贵族学校。走了啦，气死！快点啦！气死，气死！芳芳阿公，
哎呦，丽丽啊，哎呦，啊，这个时间你来走来咧找我，哦，我知，都饿吼，我打电话给恁爸讲，叫恁爸给抓回来。我放暑假了啦。啊，放暑假哦。哦，我未记，我唔知啦。哎，啊，放暑假来等于甲恁爸爸斗三工，后日走来家姐咧，甲我阿公阿咧弄溜咧。我来讲哦，我未当哦，未当我带你去乌鸡嘛哦。那你把小猪还我。啊、小猪、嗯，你只地公哦，他伊啊，人古早人讲，地死不能复生，你死心啦。那恁你甲我讲长荒街的所在，我今仔只有甲家私，我家己去学。哦，这囡仔屁咧，哦，我发到做生意哦，哦哎，干那公家一摆钱尔，吼你都一世人要甲我公家去学生意哦，哦，恁爸老你一盘的巧吼，伊今仔日就免遐委屈，去困伫迄间破厝啊遐，倒来咧修理做修理工啊。那呢，你收我做徒弟。我帮你挖黄金，我挖到我会分你一半哦。你若是不答应，我打工我在家还你哦。反正我放暑假，我时间就侪。你那屁哦，都要跟我谈判哦哈。人古早人讲生理假恶势啦，嘿嘿，巧巧巧，是讲你这个骨架看起来好，实在是真好。你这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。只要我甲你认毒两脉，甲透通，好，后摆你若大出社会吼，阿娘话天下第一。那你愿意收我当徒弟吗？那当然嘛，不爱。为什么？我真正就需要趁钱帮我爸爸诶。嘿，丽丽啊，阿恁爸爸起码可能无啥物啊。我爸爸顶届有来参加我的班青会，他还有帮我们修冷气，超帅的。我想要加赚一寡钱，买冷气给爸爸，让伊变这尔辛苦。哦，对啦对啦，免钱的吼上久。你安尼今仔日安尼做就对啊，爱当达成你的愿望啊，爸爸嘛关心你，爱护你。啊，你这小弟讲的牺牲哦，安尼。够本啊，够本啊！为什么变一个上贵？哎呦，大家你的嘴手都拍干啦！嘿，既然甲你甲恁爸爸好好啊，你就当恁爸爸遐大吼，啊，甲恁爸爸好好过日子，莫安尼，逐天来遮咧甲我啰嗦啦！我跟你讲，我歹人咧，我变成啦咧，我专门咧做歹代志的咧，你甲我做伙吼，无好啦，无好啦，去走走走！我无敢甲你是歹人啦，你赶快把小猪还我，阿伯。我阿妈真正会找你算账呢。啊？偷偷跟你讲哦，我阿妈若是真正生气，我告伊阿公，我惊到屁屁喘呢。哎呦，我妈咧惊到屁屁喘呢。笑啊！好啦好啦好啦，等你啦等你等你啦，莫是甲王公哦，我这个老伙仔咧欺负你囡仔，行啦行啦行啦，等你出等你啦等你啦等你啦。别对啦别对啦。你就会做不通哦、喔欸。你来包括。你敢有听过阮豹哥的名号？豹哥，请。名不改名，姓不改姓。我就是江湖上人咧讲的，雷公闪电一只霸的豹哥。哇！弟弟啊，这天空无好只，是呀，相当相当相当。好好好。签到一个吼。你是对迄动物星球频道出来，还是迄个动物园的导育员，专门咧饲爸？吼、哦，爸下来有甲像安尼，啊哈！老大人啊，我今日来这吼，并无歹意啦，啊，只是吼、哦，要请你换一个所在饮茶而已尔。好、哦，饮茶哦。你找着人，把你找着人啊！我一世人专门咧饮茶啦，但是我歹喙斗咧。迄我要你饮的茶吼，若无迄落咧春啊茶比赛冠军一斤五万以上的吼，无迄落茶吼，我饮袂落。哦，啊你饮啊好。你嘴阁真笑嘛，我看你欠怕。我吼是拜关老爷啦，我个人有原则，我无拍老，无拍细，无拍查某嘛，无拍白卡的啦。
我今日好声好水吼，要请你饮茶，啊，你面子嘛小顾者，啊，莫你囡仔面头前做歹模样嘛。囡仔，哎，你个囡仔从哪啦？紧转去，紧转去啦！你要请破风阿公饮茶，就要乖乖排队啊，是我先来的，我先跟破风阿公谈判完，才轮到你们啦。小屁孩，赶快回！你，他不爱你啦！等你找你老爸，等你啦，等你啦！你不把小猪还我，我就不走。小，哎呦，小妹妹，我哦有真重要的代志，要请通伯啊、林弟开讲，这足重要的哦。你大人欺负囡仔，老师说要排队，你们怎么可以乱插队？一个嘛有对的吼，啊，只是对，我看这囡仔屁早已带走了，我到时阵递不下来。咱电脑如何处理？你安尼讲嘛有通的哦。你别胡白来哦！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囡仔你袂靠你，因阿公是夹头安尼去哦，你拢袂得势你哦。我只是要请你饮茶尔，绝对袂甲你伤害啦。走走。你人哦！无想到索菲学了我是好爸爸，我还好好维护阮爸仔囝的关系，安尼会当让索菲对我的印象加分。真正想袂到，晨晨妈妈的温柔拢是假的。对啊，晨晨真可怜呢，拄到这款恶姐妈妈。啊，你嘛来接囡仔？你是恩恩妈妈？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阮晨晨有讲哦，恩恩爹爹借橡皮擦，真多谢你。晨晨爸爸，你不是足无用的，今日哪会是你来遮啦？是不是晨晨妈妈有啥物状况啊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晨晨爸爸，我实在看袂落去啊！恁阿爸有啥物问题，拢无应该揢囡仔来出气啊？晨晨才几岁尔，都互伊妈妈当作猪忌童啊！你太可怜了吧？我真正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太太真疼惜晨晨啊，哪有可能对囡仔出气啊？啊，在以前吼，我是不相信啊。毕竟晨晨妈妈吼，拢计敢那足高尚贵妇的模样。那不过事实就摆伫个眼前啊，你家己看。幼儿园妈妈哦，拢有收着这鸦片，大家吼拢替晨晨感觉足唔甘的。晨晨妈妈平常时计较足疼小囡仔毛油，结果嘞，私底下竟然是这种傲不明书，安尼是恐怖啊吧？恩妈妈，你拢在家？俊生，你嘛来啊？你是不是会议提早结束，要来加温，去享受亲子时光啊？我人实在是安尼啦，常常哦，拢会给阮 surprise， 伊一定哦是要加温去吃亲子大餐，然后去看夜景。够假先呢，竟然搁找出来，恶心！俊生，你是安怎，人无爽快啊？我看嘛。你是安怎啦？你来看。这什么情形啊？啊？原来你私底下是安尼对待晨晨的啊？这上去的啊？手机上来啊？那不是因为有人录影下来，我跟伊第一位，你真疼惜咱晨晨。你看伊囡仔行硬尔，你一直甲吐过，一直甲骂，你阁想要甲伊留伫咧外面做你家己走？你阁唔惊万一伊若予人带走，若是为着要继续在火车弄着要安怎？你已经做妈妈的人，你哪会对家己的囡仔这样啊？俊生，你想憨嘛？你敢是因为晨晨做唔着代志，我唔才会骂伊？而且我也无甲伊等的唔管啊！拢你家己咧讲的，迄囡仔阁这样细汉，就算讲伊做唔着什么代志。敢袂当给伊好啊讲，好啊教教？你只要用伊这样强硬的手段，让囡仔受着伤害。这
阮手机啊，谁个？谁去个？是嘞吼，恁阿嬷的家来事，阮无想要感谢。也毋过吼，恁莫阁加一副慈母脸啦，阮袂阁相信啦。伊要下课啦，咱莫吵伊，来去接伊啊。哎，莫走哦，我讲清楚哦。好话啦。我俩准这几年，因为咱晨晨，你也倒甲你这好强的个性修改一下。即马好啊，这幼儿园的人拢知影你这个对王饭店的好家娘，是一个苦读宝宝，家己囡仔的妈妈。我以后是要安怎伫这的人面头前徛起啊？俊生，这妈妈拢足八卦的，借题发挥，大惊小怪。啊，晨晨做唔对代志，我骂伊这也无啥。爸爸，晨晨，下课了。爸爸。乖。晨晨，爸爸问你，你这头上的伤是不是妈妈弄的？俊生。你跟爸爸说，哎，晨晨，你还记不记得爸爸有跟你说过一个老实树的故事？如果你有不敢说的事情，就可以跟老实树说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爸爸今天就当那棵老实树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你跟爸爸说，你这头上的伤是在家里弄伤的吗？对。那你是不是因为跌倒撞到的？不是。你头上的伤是不是妈妈弄的？老实说，我跟你说，是因为妈妈生气，所以我才跌倒的。乖，晨晨真乖。来，爸爸给你打勾勾。以后啊，只要你有不敢说的话，你都可以跟老师叔说，好不好？真棒，真乖啊！但是照晨晨那里讲的，伊偷开迄个伤，根本就是因为你造成的。你竟然叫伊卖讲，何伊家己咧打？晨晨，你好啊，这是你家己做唔对呢。你老实跟我讲。了，你对待陈晨有多久啊？俊生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只有你一个机会，你若是对我讲白话，你试看卖。俊生，我不是跳高去骂陈晨，那是因为我打工都白掉的，一直照顾囡仔，我压力伤大，我是无说你的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若不是无说伊，只有可能身躯顶的伤会更加严重，是无？你呀、啊。你若是有压力，你就去世界买物件做 SPA， 别把你的脾气发在囡仔身躯顶。你敢有一个做妈妈的资格？我当然是妈妈。晨晨是你的心头肉，你赶快是我的心肝宝贝。就陈主任讲，当初这囡仔是我要爱的，所有的责任我家己爱担。啊你呢？就敢那是囡仔，甲囡仔说。你敢知我压力有多大？好，既然你的压力遐尼大，啊，你就请一个保姆来啊！你当去公司上班，以后拢莫管晨晨的代志啊！陈一姐，晨晨是我公家，我伊的靠山，伊都袂当好白头穿。晨晨只是一个囡仔，唔是你的保命符，伊唔是你摕来利用的物件啊！你若真正有咧用心伫咧疼惜伊，你哪敢袂这样惊你啊？我是因为爱自身做自己，拢是你的借口。你即摆应该检讨的是，你这款的母爱是不是已经造成囡仔阴影，所以才会造成好代志遐尼假？我想带囡仔回去，你家己好好反省。晨晨，我们回家，走。高俊杰，高俊杰。就因为我嘛沉沉一届，你就抹我这么多年的辛苦，高俊生，你只要对我这么公平，这影片
一直是杨小琴落的。那时阵只有伊在场，你害我去学这么侪人洗面，这条痟，我一定要找回来。你再看麦啊。哦，谢谢光临。谢谢光临。容易容易，妈妈啊，多谢您哦，来搞我捧场到老嘞，啊参观一下。哦，你袂歹呢，这旗舰店看起来真优雅、真舒适。我听孙讲，我是来高级进口的家具店。是啊，而且吼，我看这产品新潮够质感。爸，咱饭店嘛应该进驻一间旗舰店。会当予人客吼上个高级体验，还阁享受。嗯，小姐，你这 idea 袂歹。嗯，咱开始来当引进这款旗舰店，予人客吼加一项的休闲选择。嗯，另外方哦，嘛会当展示伊的产品，予更加侪消费者。小姐啊，你这招哦，开始会当创作生涯。阿红，嗯，请假。赞。哎呦妈！无恁大家讲的哦，这么高啦，我要合适的所在哦，也够足多的啦。阿爸，你分量开到这么多，你的企业规模够这么大，哈，你哪够这么谦虚哦？其实啊，我只是真单纯想要提供这消费者有更加好的生活。啊，我以这舒压、健身器材，还有家电，啊，我是想讲哦，要消费者这生活大小需要，拢好阮辉业良品哦，一手包办。啊！而且哦，阮公司的产品拢是我家己严选的哦，啊，是我家己亲身体验过，啊，实际上哦，感觉足好用嘛，足爱用，啊，我心肝头感觉真正足赞的，我唔再介绍给大家，就是要让消费者怎么选都是良品。嗯，无唔对，哦，看起来产品的 CP 值唔足高呢，嗯，确实是良品。是啊，我一礼拜时阵哦，看到每一项产品哦，拢足喜欢的，足想要甲炸上去呢。亲像这样，看起来感觉足好用的，迄台吼嘛，看起来感觉足重要的。对了，阿峰啊，我问你啦，所有的电器产品哦，拢有需要维修的时阵，唔知讲恁公司所有服务状况安怎？爸，这点哦，我真注意啊！而且哦，我们公司上个注重的，就是在售后服务。我道理足侪能力哦，在这方面啊，就是希望我的产品哦，会当让消费者使用满意，而且有上佳好的体验。安尼就对啊！我大概两来，拢要坐这台按摩椅，安尼好好抱山追梦一下。妈，阮这台按摩椅哦，是阮辉业良品的招牌。嗯，而且哦，阮是无锈钢不用，这石墨烯升级，爱当增加哦身体气血循环，而且哦，买当帮助咱这腿部哦消除久坐久站的水肿，要够紧绷不适感。啊，恁大家要试看卖无？哎，跟我做来试看卖。好，来。哦，阿公啊，你可是受厉害，我发明这个产品，我咧规身躯拢有好啊放松着。哦，阿公啊，你这产品哦，真正真好。阿爸，你真正有做心理头脑呢，对吧？你的秘密武器哦，是一个比一个更加厉害。阿公啊。你唔呐爱无用家己的事业，三不五时又搁替少爷无用付个分担代志，哦，下当我少爷吼，在国外安心出差，你的能力吼，真正是一定的。爸，无你讲的遐尼好啦，啊，拢是大姐还搁高少爷较无用，我有斗三工啥？你当然冇斗三工，哎，但是讲到财务这部分哦，你会当讲是我的小帮手嘞。那不是你甲少爷顾条条，还讲唔知影少爷还搁开我侪钱。啊，咱大家拢是一家人啊，啊，互相斗相共，这嘛无啥。也讲到这吼，你这旗舰店开无这么大的代志，少爷无办法斗相共，哦，伊是不够害啦。
哎呦，我到阿伯入门就听见有人在讲我的歹话哦。刚走哎，阿你哪会飞回来啊？是啊，我专工坐飞机飞回来，隔离了就马上来跟你斗三工啊。好，恭喜你新的新酒店开幕。多谢你啊。哎，刚走喂，你是来哦？阿伯回来，我要先讲一声。我若先讲一声，就听袂到有人在偷偷啊念我啊。你吼、哦，大母人啊，搁在你边阿信。其实哦，我是要给阿峰哦一个 spy 啦。阿峰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嗯，讲坦白啦，惊吓较济。哎，坤啊！啊？先坐。哎，我帝王饭店有一挂代志要随当去处理啦。啊，时间差不多啊，我跟你同齐离开啦。阿峰啊，多谢你今日邀请，好啊，我先来走。哦，爸妈，安尼恁家己落去较细哩。哦，阿水哈，喂。俊轩回来找了后，就一直在晨晨的房间。万一晨晨若是跟伊讲啥，我真正就害了了啦。是啊，请你原谅我。我是伫我平常时对晨晨有较严格，啊，不过我无参照遐妈妈讲的什么虐待儿童，迄拢是不实的指控。啊，晨晨，敢有跟你讲啥？我无做的代志，我是无讲你心里的。晨晨，什么都我讲。俊轩，请你原谅我，我后界袂阁犯这种错误啊。黄雪晴，今仔日这影片只是被偷录着的，你私底下是安怎对待晨晨的？你家己知影。你来做这个代志，你心里敢会得过？你叫我怎相信你啊？俊轩，我就做啊！我是头一遍哦，对晨晨这样拍，我以后袂阁安尼啊！请你原谅我。妈，啊，恁来来。问你这好无啊？看去做甚物好代啊？阮朋友一团网络鸦片给我。竟然让我看到伊在苦读晨晨，所以我专工来甲访问一下。黄雪晴，无你即马是伫变倒一出啊？妈，我毋是超工的啦，迄真正有人哦，要甲我抹黑啊！哦，我超工哦，上迄角度哦，甲我录起来，真正有够超过的。你若是无，那就惊人偷翕啊！郭主席。你敢知道我看到影片，看到晨晨在有苦读的时阵，有我唔甘嘞？我跟你讲啊，囡仔若是搁继续和这个黄雪晴耍，心理早晚就出问题啊！妈，你搁在想憨嘛好不好？你嘛带过囡仔啊，你嘛知影有时阵咱查某人啊哦，会有中气未顺的时阵嘛。我就心情较无好，我就较大声，啊不安怎啊？哦，心情较无好，讲话较大声，动作较粗鲁，晨晨就受伤。那安尼，让你心情足歹的时阵，啊，晨晨唔知受重伤上病院啊。我真正是想无呢，黄雪晴。
你是足无简单才有这个囡仔啊！而且这个囡仔这么高追，你是怎唔好啊？甲疼好啊？甲小妹安那个苦读啦？你真正是，心肝有够浓毒的。晨晨这么高追的囡仔，你来忍心把给杀啦？我真正唔知道要讲你啊，黄雪清，你最好赶紧看心理医生。煞唔知别人的囡仔拢死未了，伊苦都拢未唔甘啦。你是查某，你真正是变态啦！那囡仔绝对免我继续给你带。爸妈，晨晨是我甲俊生的囡仔，你管伤济啊啦！你搁讲啊，你真是丽君，免介冤啊啦，小妹无好话，即马吼爱关心囡仔的心理问题。也跟他的教育更重要，我们先处理这件事。葛俊熙，你敢无感觉恁囝的个性愈来愈黏，啊，无话无句黏处处安尼？我还讲，恁囝今仔会变安尼，绝对跟恁某咧教囝的教育方式有问题啊！所以我决定啊，我要甲晨晨带回去甲我大开讲啊，安怎？有意见无？我有意见。俊生，晨晨都是跟咱大诶，伊是跟妈大，一直没关系，我干嘛无这个必要？妈伊即个讲，拄好要落去南部找伊好朋友，我看到晨晨带妈落去算开工啊，看伊个情绪会较好无？好啦，我去房间找晨晨，顺便替伊看行李。晨晨，妈妈跟你说哦，你要去阿妈那边住不习惯，要打电话给我，妈妈会马上去接你。演耍未？你这么是搬到一村啊？无人要看你演好妈妈啦。晨晨，免惊，阿公跟阿妈会保护你哈。行，咱来走。走走走，要爸高俊生，你讲你妈，我真正是忝啊，无心情，想要甲你玩。我有代志，我要出去。你要去倒啊，高俊生？那不是这个影片传出去，我也袂去让因变到这种地步，名字都写了了，俊生都无爱睬我。这影片一定是邮箱局传出去。我们去找伊算账。阮百福新世界这边的成功哦，完全要归功于阮的刘总裁，啊，佮阮的 CEO Jason， 拢是因的功劳。坦白讲，一个这么大的艰难哦，是算文斌因爸仔囝哦联手来完成的。所以唐记者，你要好好帮阮报道者。你放心，百福新世界伫个疫情期间逆风操作成功。确实真无简单，林 CEO 会用讲是伫个企业第二代当中哦，上看头一位。是你不甘嫌啦？人常常咧讲，一个成功的查甫人哦，背后一定有一个真贤惠的查甫人。阮这阵后边迄个人，不是我，是伊的好牵手，湘琪。无啦，妈咪。我搁爱加甲你学习嘞。其实你才是爹爹的左右手，我只不过是做好阿姐做牵手应该做的代志。人讲哦，家务万事兴啦，啊，厝内底哦，为两个处理大大小小代志，我甲这些，相当你外家好好拍拼事业啊。妈咪，小琪，谢谢你们。那呢，百福新世界这个 case 过一段落，后一步是啥？哦，啊，这我会当哦，甲你讲一点啊，独家的消息。阮百福所来哦，要去一间度假中心，赶快是接阵来负责。今麦什么代志拢差不多准备好啊，可能欠几项命啊。听总裁安尼讲，就是土地甲资金拢已经到位啊，安尼就差一个。
同甘的好日子，对不？这一道还可能无半撇的，是要落去日子啊！唐记者，Jason 的意思是讲，现在原物料都上涨，阿阮甲建商阁有一寡成本估算还未达成协议，就亲像阮总裁拄只所讲的，每一项代志哦，恁已经准备好势啊，若是当天绝对会请唐记者来替阮 Jason 做专访。Jason， 你的意思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是啦，就是安尼啦。这时间嘛差不多啊，等下你接下来搁一个真重要的会议要开，无趁这个机会，咱来一个大合照，啊，今仔访问就算结束。好，来。刘湘琪，不然你在家啊，你来。记者都发来啊，安怎？二人先告状啊！黄雪晴，你来这是要送啥？这是阮百福，不是恁帝王饭店。你若是要闹，倒去闹。你敢做不敢当、哦？既然这么介意用媒体，好啊，我规日今仔日记者就伫这，我就免发声明稿。咱伫记者面头前哦，代志讲讲诶。我甲你无啥物好通讲诶，你紧出，出去！我过来啦，周总裁。你的幸福都是关不是看的代志，我唔敢信你。我今日来这，要替我家己讨公道。小姐，什么代志？弟弟，我唐记者，今日访问已经结束啊。有一挂家内事要处理，无我先上。我会记得这位是帝王饭店的高夫人，啊，伊甲恁是啥物关系啊？我平常哦是游香琪的大嫂啊，啊，不过伊无咧尊重我呢，伊每看伊甲一家合在翕相，迄拢是假的。我这个小狗啊哦，哼，专门搞我创空啦，散播不实的影片啦，破坏我的名声。哎，刘总裁，你是安怎假幸福的哈？香琪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老嫂啊，你莫了有白讲话好不好？像是平常时咧顾囡仔拢袂赴啊，哪有可能会做种代志啊？我若是无爸，我无可能来恁百福呛声呀！你看你想起的手机啊，看你心目中哦，台湾好媳妇做甚物好代志？湘琪，你到底有做还无做？记者要等下，麦下恁爹爹面做。哇，湘琪，你过来。手机听我看，我来伦敦。我是你，我真正有翕黄雪晴驾驶晨晨的鸦片，给幼稚园吉泰妈妈看。啊，不过这不是不实影片，我嘛无黑白造谣。黄雪晴真正有虐待儿童，我会安尼做，迄是因为佫较安怎讲，晨晨嘛是叫我一声姑姑，是安怎伊变安尼口动？好啊啦，你莫讲假啊啦，你咧做是有目的嘞。你若真正为着阮晨晨好，你应该把影片摕互家己人看的，你毋是？你把影片摕互所有幼儿园妈妈看，甚物意思啊？迄是你变相是啊，就是人前慈母，转头变后母，你想做咩咧？对待你家己囡仔，这毋是？你就是为着要让你家己的后生会当入去贵族学校，着用这招，我无得较认真着无？我的意思是，张夫人专工来甲你抹黑咯。小姐，干嘛干嘛？真实嘞？你来吃糊涂啦！你唔知影代志哦，佫足侪。游湘琪哦，伫个学校为着要让伊的后生摕到贵族学校的门票。你做真侪爱白的代志诶，安怎？你俩做你捡到枪，会当甲我姑阿囝一枪毙命哦？你想想侪啊！真正爱白的人，毋是我，是你。阮伦伦想要学画画，你到啥物老的人？到尾甲阮抢同一个老师，你莫掠准讲你私底下做遐垃圾代志，我拢毋知影。
你为着要跟老师攀关系，你做遐代志哦，我拢看出出啦。哼，那是讲真正要出傲骨的人哦，迄是你，不是我。薛仁静，这才话两层啦，是你要抢名额，是要抢老师，讲讲话嘞。我跟你讲，迄是阮伦伦哦，比恁晨晨搁较有才调，我替伊争取，有啥物唔对啊？你三两白讲，今日有这代志，好啊。老爹爹。唐记者，太神啦，拢是误会。麻烦你针对咱拄只访问代志报道就好啊。啊，这个甲无算哦，都落免写。我甲你保证，另抓那是啥物独家吼，我头一个都给你。好，当然无问题啊。啊，不过那是爱我阿罗的卖写，除非恁伯父就要提出搁较有分量的新闻来交我。啊，那无。我讲的到，做你做的到，独家一定头一个给你，好，多谢你，来，我送你。孙娘，黄雪晴，哪有煞未？目的已经达到啊，会用走啊吧？多谢恁今仔日免费替我找记者，让我会当透一口气。刘湘琴。你有十条发影片，你就要有十条回收影片。我给你两天的时间，你若是无做到够，我就逐工来找你，让你无法度好食。哼！弟弟，虽然讲拄则黄雪晴在讲遐有话无话，啊，不过这件代志啊，万一我做过想起啊，唔怪是不怪想。你的老婆是怎样？当作拜佛的事情没够这心，要乌克兰红条进程，先看自己是不是要再调收买。一个小小的事情，不管你同人知，还有记者的血气威胁咱，你两个真正是用。记者那边我会去安达，你别生气。你是怎样管教新妇的？我当记者面头前跟人相骂，一点仔白色都无，阿哥有你，卖一出代志哦，就甲咱知影哦，天亮无暗干，好好想看后要怎收煞，甲恁某管好，张家为主哦，我你下了了。阿妹，啊，爹哋就当咧生气啊，所以小妹都无好话啦，你就莫放咧心肝内啊。卡叔讲黄雪晴，若是无走来遮乱，爹哋嘛袂甲咱骂到安尼。所以咧，妈咪，迄黄雪晴真正有苦到晨晨，晨晨拢互伊害到头壳拢受伤啊。迄是我无去录着伊骂晨晨遐个话，遐个话才是重点。我若是有漏掉，根本就唔免我出手，别人就会告伊家暴、虐待儿童，伊根本无可能来遮乱。湘琪，你即摆是讲心酸诶，还是讲来闹鬼？爱你互伦伦去读贵族学校，是因为要互咱即帮伫张家有地位，互人看会起。结果咧，你甲代志补干呢？你毋知影严重性吗？好啦，阿妹。湘琪哦，伊就一心吼想要让伦伦咧受着好个教育尔，伊根本就无想遮济啊。安着为即马开始想，好好啊想。伦伦是咱这帮第张家的王牌，莫让你补甲变鬼牌。在恁爹爹面头前，咱拢已经乌条底啊。真正是生计两个放个晒骨头。哎呦，足奇怪呢！明明咱家的王牌就是我生的，谁拄好连张家一点地位拢无？你家己看，代志一发生，每一个人拢会骂我两句，我实在感觉委屈嘞。无啦，张太太，我知影你足辛苦的啦。
告诉我，你若是无想要佮家属兄有任何交叉，那你就交公关部去发落，啊，莫佮受气啊啦！你莫一直讲，叫我莫佮生气，莫佮生气，你干那即句话通讲吗？你若是真正有办法，奶奶就赶紧去甲爹地所交代迄块土地，赶紧甲迄牛头所摕到手啊！啊，若无大家拢叫你死哦死哦，是咧叫假的啊！啊，搁有，迄拄只迄记者问你问题，你啥都无答应，搁我替你斗三工，你啥物时阵才能替咱这帮争一口气啊？你当初无想要安尼做啊？问题就是，迄、那个地主伊甲咱拜佛。都是有定打嘛，所以连我气拢搞好出来啊！伊若是甲你好出来，你就搁气嘛，你去一直撸伊，一直撸撸撸到伊签约为止啊！可是讲代志，若是这简单就好啊！欢迎光临，这位人客，刚有需要我替你介绍。我们爱经营店的林老板替我介绍。啊、哦，歹势啦，伊即马当咧无用，我的服务甲伊服务应该是差不多的。你若无气嫌，我会当替你服务。你是林老板的先生，你是林先生对无？这位人客，你的眼光哦，真好咧。那安尼，我就来替你介绍，也是你有啥物想要看的产品。我只头家甲我介绍，其他的人我拢无爱。只有林先生，进公司是林太太开的，因家好意思伫遮食两饭，唔去别位找头路啊？你，哎，这位先生啊，你有问题会当好好啊讲，唔免安尼撸了啦。你是啥物人啊？你凭啥物管人家事啊？哇，哼，我是这间店的头家林怡芳的好朋友。啊，这间店哦，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拢有做监管。你敢有投资？无你凭什么讲话啊？你这个人哪安尼啊？你拢无习惯跟人好话讲话吼？我是人客呢，我来这找林老板买物件，我无爱林先生服务，敢袂使？邱先生。伊毋是林先生啦，伊是郭先生。你无想要让阮小弟替你服务，当然嘛是会用的。啊，不过你一开嘴就侮辱人，阁唔肯道歉，这都是你的问题啊。实在是有够奇怪的，你这大哥啊嘛伫经营店哦，你这小弟啊食两饭就煞，连你嘛做伙来哦。哦，这林老板实在有够可怜的啦，开一间店，阁爱饲恁全家伙哦。你，我是郭太太，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代志？敢袂当甲你请教一下，是安怎要安尼批评我的翁婿，还佮我的大哥啊？哎呀，林老板，你是一定高人呢，你是女性的企业楷模呢，我是真正真钦佩你。你何必清楚传统的女性眼款，佮爱看翁婿佮大哥的面色讲话啊？这位先生，你可能是因为资讯不足，才误会讲我的翁婿还佮大哥还是咧食两饭的。实际上，我的翁婿伊是富贵饭店的董事长，我的大哥啊是总经理。因两个拢有正当的工课，真正无需要靠我值钱啦。因今仔日来遮哦，是甲我斗三工，替我服务人客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歹势歹势。你拄仔吼讲啊，真正足好个啦，参像迄种狗眼看人低，搁黑白讲话人，就是爱给伊一点仔架势。是啊，我是要给一个人服务，会当用较客气的方式来讲，来拒绝，想怎要甲话讲啊，这么歹听，到最后煞有家己无法度落台。高少诶，啊你拄只其实嘛无需要顾虑啊，啊迄个人客安尼误会你，你想怎要甲伊解释啊？哪有需要让自己这样受委屈啊？不会啦，哪有什么委屈啊？你们这么委屈我，我感觉我卖书哦，国宝哦，猫熊同款哦，啊，叫您安尼保护爱护，真正是感谢您的。啊，对啦，我来去后买几杯咖啡请您啉，
也感谢您对我的照顾和爱护。阿爸，不好意思啦，好你辛苦啊。没啦，这行事是我自己定的。虽然讲这教授的哦，缺点哦真正是足多，但不过其实伊这人哦优点嘛足多，无什么好辛苦的啦。阿芳，我感觉你真正超爱恁教授的，吼足轻松的。唔知影我的 Mr. Right 啥物时阵才会当出现？哼，我看你明明就安尼春风满面。应该是有拄到什么好代志哈？根本就无什么好代志。是一个烂桃花。这就是好代志啊，这就是好代志哦。拜托诶，你无拄到你唔知影。一个钱啊账哦，吼，真正足合诶。我甲伊做伙哦，拢无法度沟通。也来无安尼啦，林刚哦，若是有机会，我就替你把关者。啊，看这个人哦，到底是贤还是好？当心，伊是一只霸。哎呀，会你个查甫人，你也足奇怪的啦，无适合我啦，我是绝对袂甲伊做伙。欢迎光临。你好。我要一杯热美式外带。好，稍等一下。你是啊，我记起来，你是林少伟吧？林少伟，我叫做林高少伟。哎，不是，我叫做高少伟，我没说你。拍摄啦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主角立马来叫林嘉宾啊！我连你油头嘉宾你是心情不好啊？我，哎，我嘛是因为心情不好才来叫林嘉宾的。所以这是雄心咖啡店嘛？小姐，我该代表您。好。拄只歹势啦，佮佮你报一千万啦。阿哥啊，即摆几点钟啊？高少伟啊。不要紧啊，为着我自细汉到大汉，着穿着惯势啊，无差你即穿啊。哎呦，你遐哦，拢无算骨准啊，伊拢无啥啦。我这哦，佫是大条的。我哦，是准备骑迄第四枪的迄个让渡书，叫我骑袂着啊。啊，阮爹地妈咪，还佮阮某，逐工听念念念念念啊。我连看伊眼神哦，拢感觉足无路用啊咧。我逐工哦，若是想着这代志，我真正规个头拢要爆炸去。这卡真正是不准。其实这个问题啊，真好解决。啊，你想什么想法啊？你这个人看起来哦，太过慎重啊，一点啊霸气拢无，啊，无怪地主哦，一定金签约。我听我做房地产的朋友讲过，拄到这种情形哦，你只要找两个看起来哦，就歹看面的人。站在你的背后替你压阵做霸，安尼我给你保证，对方一定马上签你。这听起来，敢那是一个 good idea 呢？我确实是真正精心想，想要买这块地啊。而且我嘛，出比市场哦，搁管两倍的价钱呢。啊，假使讲对方若是摕了这价钱，伊嘛无吃亏啊。只是，安尼做敢好啊？我有啥物唔好啊？你也无做啥物歹代志啊？你只是甲对方吓惊尔尔。搁再讲，你拄仔有讲你是出比市场关两倍的价钱呢，对方也无吃亏啊。你就是世间太过善良啊！啊，这个世间上哦，足侪人拢是欺善怕恶，所以哦，你得爱借力使力，借力使力。
家里你讲起来，敢若淡薄有道理呢？啊无，我等下随你试看卖啊。稍微，多谢你。免跟我说多谢啦，会当甲你斗三工着，我也足欢喜的。安尼我着祝福你马到成功。进来。陈老开伊厝内底哦，阿姐讲你已经出门啊，啊，不过你看无人，敢讲你哩袂记要跟咱出去佚佗的代志啊？无可能啦，你哩真正就期待跟你做伙去游乐园佚佗的呢，伊无可能袂记啊。敢袂是，伊学校才拄放暑假，啊，学校有代志，无咱去问看卖就知影。那是你的同学，来问一下好。同学，借问一下哦，敢有看到丽丽来学校啊？我伫咧楼下有看到伊，伊讲要去土地公。土地公？丽丽，敢有是去找通伯啊？啊，多谢你。谢谢。阿叔，丽丽是毋是去找通伯土地公？啊，佮佫讲互通伯哦，叫去家己斗三工做东做西，我佮袂记时间啦。通伯这个人哦，虽然讲嘴较歹，啊，毋过毋是歹人，只是毋知影表达伊个关心尔。我知影，歹心无人知，嘴歹较厉害。通伯毋是歹人，只是爱碰碰尔。也毋过，你爸囝真正太过善良啊啦，遐尔简单就相信伊个话，伊才会甲你两个人安尼食狗狗。就煞去啊！刚刚我这世人食的亏，搁减咪一个，先去找丽丽好啊。今仔日哦，气势部分就交予恁两个啊。等一下，我会予恁一个暗号。假使讲我若是，恁大个啊，气势退出来，赶紧惊一下。阿哥啊，主要是要给地主阿伯的，阿会签字的，千万唔通动手，知无？哦，也是还有杂杂咯。嗯？阿物件拢是啥人？先生，你哪里家？哎，钟哥，谁是啊？你哪里家？我来找丽丽的。你来找通伯，是要买二手货啊？我无啦，我无需要这物件啦。我是来这专工找通伯啊，阿伯来解讲哦，要买一个土地啦。先生，你讲的刚讲是真的？通伯哪有土地当卖你啊？伊若是有哦，伊就无需要伫只遐赚几仙仔钱啊。这个头家是一个卖二手货老大人，是不是误会啊？我无误会，哎，先看卖啊。大地主周伯通，这都是人讲高手在民间，想不到通伯一个。Q 二手回收物的人，竟然有百富集团想要来偷的，那恁是安怎买了汉家辛苦底下白搭做行李啊？所以你嘛实在就是钱啊？哪里哦，聪哥，今日拜托你，你帮我甲讲一下，我已经要行官介绍，要甲买土地啊，拜托伊，卖你去刁难阮啊啦！恁百富这几年四界买地。真正一点啊，拢无嫌钱济呢。楚哥，啊，你敢有需要安尼讲话啊？我知影，迄几冬啊，阮伯父把你名声拢破坏了了啊。啊，不过我是听你的，我嘛甲你讲过啊，我绝对唔相信你会做迄款代志啊。过去问完咯，我想要讨论啊啦。
可安怎讲？你即马就是百富 CEO， 啊，不过我唔相信你愿意来反抗恁爸爸，把伊过去的那些代志拢学出来。钟伟哥，我今仔日就来写讲要买地的代志，啊，不过我看你从头到尾，你讲话的方式，你敢那阿袂把过去遐个恩怨拢放下吼？那你无紧啊，我甲你想办法处理就好啊。Jason， 恁百福集团遐尔有钱有势，啊，你一个 CEO， 遐连一个老大人拢无法度搞定。我爱开嘴，甲恁五年话拢无啥物联络，只变阿兄拜托。你是不是太过天真啊？我就是因为顶撞来，连我拢给伊好好出来啊！你讲的，你应该嘛有听到啊？通白甲百福的恩怨，就敢若是因囝这个人命。我咧想，通白应该哦，刚把这块地提起翅膀啊，也无要卖你啊，卖袂了工啊。啊，不过啊，这代志是阮爹伫交代我要做的，我一定要甲完成。啊，不过 Jason。你若是要来拜托这個老大人卖地给你，你嘛应该是爱早盘手里来，啊，不是带这两个安尼无半块的人来讲代志，安尼，互人看起来就感觉有威胁吧？带两个阿弟仔来是要安怎？等落寞。先生，我俩尊公你是一个较出神气的人，想袂到，甲恁爸愈来愈熟啊。我唔是威胁。我带这两个只是想要占啥尔，为着了通白嘛无伫遮啦，我另抓一个来。想袂到，这是让因爸爸影响甲变甲安尼。要对付一个老大人，啊，带人，看起来根本就是要威胁对方签字啊！我靠，东北，看伊把你带去倒位啊！手机拢无走，是走去倒位啊？从哪里看？这是不是你的物件？是啊，你的确是来过家。敢会是阿通伯佫带你入去乌什么黄金啊？所以两个人都无在啊？你是不是来找通伯啊？是啊。你刚知影通伯去倒位啊？拄只通伯啊，甲一个查囡仔去予三个人拖住车。啊，我有听到通伯啊，一直大声喊讲手夹、绑票、救人哦、喔！啊，我唔知走出来看，啊，无看人呢。你敢熟悉迄三个人？哎呦，阿明阿明，我无熟悉啦。通伯敢会是去了，拄有啥物麻烦？啊！结果拖累着你，你洪总会带走啊！小姐，歹势哦，请问你敢有注意到啊？甲因载走迄台车的车牌号码啊？无注意看呢，我就是袂放心，所以才想讲过来看卖啊。多谢，我看你啦，咱去查看卖啊，看有啥物线索好啊。你绑票呢？这较清幽啦，而且吼，这嘛无啥物人啦。我是尊重你是老大啦，阿较紧啦。迄个一般人哦，早都啉淡水河的水啊。
咩啊？妹妹，你人家敢请咱啉吗？咱说你唔敢啉咪，你哼！啊，我咧交代哦，你要对付的人是我咧哈，我吼落汗卡下啦，啊，这个囡仔吼跟我无关系哦，阮厝边的囡仔哦。万一恁老爸老母若找无囡仔吼，到时阵报警，我爱讲代志就大条啊！哎，妹啊，我都甲你讲，阮无歹意啊。你看，阮带你来遮，到厕所甲你放无嘛？而且看你要啉啥、要食啥吼，我都会叫人去买啦。啊，是想讲你要离开，就即马把他离开啊。姐吗？好，咱今仔走。别，丽丽啊，莫诺骗你。甲咱带来这山内到底呢？迄无人带，咱要离开这个所在，迄行几百公都行未出去哦。万一让咱来摔落去坑坎，去摔死要安那？迄我才无爱呢。这呢，爱有人甲咱带。阿飞啊，你咧头壳哦，不哩正嘛，无恐怖你嘛吼。我咧恐怖败哩，恐怖你，我爱讲啦。通伯啊，伫少年时代出来哦，咧啉吼，恁也无咧包留住我哩啦。恁这部吼傲步啊！啊好，阿你咱就直接讲重点。好，我看你年岁蛮大啦，啊你身躯边也无囝儿时势甲你友好嘛。是啊，对吧？啊你即马着爱用早吼，甲你个资产规划好好。啊，迄块土地吼，我尽量吼来去甲你谈一个较好个介绍。吼，啊你个牛肚厝甲深浅个，我即马着甲你载落山。啊你等于吼，就使过着退休个生活，偌好呢？你想啥款？原来你就是骗到痴迷，国家那边是我的好心的赢赢杯你啦，少年呢？你是百货集团，还是欣欣集团派你来哈？唉，我吼是欠对方人情，所以才提出这件代志。希望这件代志呢，会当得到一个顺利圆满的结果啦。啊，欠人的人情来？嘿嘿，我有听唔对无啊？什么时代啊？还阁有人为着欠人的人情，啊来咧做一种绑票违法的代志哟？这不是义气呢，这也做戆中。会叫你做这件工课的人哦，我还讲唔是好人，绝对歹人诶。谁在你安那讲啦？反正这个人情吼，我是一定爱害啦。所以吼，请你体谅。哦。请我体谅你，用请的啦。是，好安尼好啊。啊，既然你都安尼这大办啊，用请的。啊，我讲会到，你做会到。啊，你讲，你只要把牛道士签落去，嘿，我吼，你爱我做啥，吼，我就做啥。嘿，因为我陈黑豹使命必达。好，安尼上好。啊，你甲看来，少年嘞。安尼，这间厝安尼咧，阿无冷气安尼，我要翕死安尼，热呼呼，阮两个热到强要掉沙。你敢袂当安尼去买一个冰夹，啊，甲阮下一个风咧，互阮心凉鼻吐开。要讲土地，唔只有我大甲你讲。咋讲嘛？你会使无？有说好不？哎，嘛较出力哩！你是安怎？咧拍蚊啊你啦？哦，较大个哩！哦，对，哦，真好。风儿哥，你这本书，但是内底皇帝耶。小妹妹，你要什么？可以跟我说啊，救命啊！我啥物拢不爱啦，我要跟爸爸去游乐园，而且我作业还没写完。我什么时阵会使回去厝啊？啊！我敢会使，林刚才会恁爹。哦，嘿，阮丽丽吼，会甲恁咧讲条件咧。吼吼，丽丽啊，你甲歹人讲条件，你大脚拉牛，你脸巴大脸咧。吼，莫怪哦，夹头安尼记的查某孙，真正无简单，叫小好。唔过，我就烦恼诶。我的数学作业写不完，阿内我就无时间去帮我爸爸修理物件。哎，有听无？有听无？就紧嘞，去甲囡仔斗写数学。啊？
道下数哈。有。我这叉子哦。这看一下。你是不是看无啊？爱我甲你教吗？无啦，我是吼足久吼，唔捌甲数学面对面啦。啊，你给我淡薄仔时间哦，等一下就不会生疏了。一定完全无消息啦，我哪吃得落？聪辉，啊，咱应该找的所在拢已经去找过啊，应该问的人嘛拢问过啊。现在也只好在这里等消息啊。总委，总委，啊，有你的消息没啦？阿姐，你是别紧张啦，我已经有报警了，啊，警方也有在调看这附近的监视器啊。哎呦，啊，那我先生的代志啦，啊，早知道吼，我就陪你的总委过来啦。啊，但现在吼，啊，你的发生代志，我是要怎对你们医管局交代啦？我好贵爷呢，我来拜拜，啊拜托我三太子好搞到春天呐！阿姐，阿姐，该真的啦！我是要哪冷静啦？啊，你哩吼遐遐尼古锥呢？啊，叫歹人掠去，啊，歹人唔知要怎甲伊冷滴啦！我若敢若想着安尼哦，迄只心就要爆炸伊啦！是要哪冷静啦？阿姐，走位。啊，我想问讲，你哩怕无去啊？是咪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奈安尼啊？不是我唔好，我应该直接回家你哩个啦。这几年哦、喔，我拢无好好照顾伊，假想讲离开伊，对伊才是上好的。啊，不过我完全无看到伊需要我，我本就尽到一个爸爸应该尽的责任。你哩上需要我时阵，我竟然回家你去找通病，这让人抓走。是我，你是卖烦恼啦。咱大家吼，真关心你哩，五年到三工的，我相信伊，伊平安无代志啊。真好啊！啊，阮也毋是迄种个大富大贵的好家人，啊，迄歹人了，阮哩哩是要创啥啦？哎，刚有打电话来要退休金，无，厝边甲咱看到，你哩甲。通被这伙人抓走，我咧哟，对方应该是惊老姐静玲，才甲你哩掠走了。哦，这个周碧通哦，做代志是足袂通的啦。啊，之前哦骗咱哩哩的弟公呢，啊，即卖害哩哩去用掠去啦。这若叫我当电话，我定讲到伊头空空啦。啊，这个通被跟我个人有什么冤仇啊？表里百富集团的人。有传来龙马款的人要来找通伯买地啊！找通伯也买地，啊是啥物意思啊？我嘛是今日才知影的。通伯有这笔土地是周文敏想要爱，啊，顶届通伯去破坏个记者会，回下面做，所以我咧要，应该是周文敏甲伊掠去的。是啊，这真有可能。那无还佫有谁会去为难长寿通伯安尼老大人呢？哦。啊，原来这个周碧通是一个地主，是一个好野人，安尼一定的啦。阮李李定是予伊牵连着啦。这个通伯啊吼，迄嘴毒人衰啦，所以当着伊吼，就种我生菜瓜啦。这对方若真正只是要地头地尔，安尼照你讲起来，应该袂凊彩伤害伊两个。啊，若无土地摕过去进前啊，都想判一条绑票罪名。我相信迄张文斌。应该袂像你讲，啊，万不得，阮弟弟毋是张文斌掠去的咧。那真正毋是伊遐做的，爱等到何处哩？因为对方只是要电视尔。你放心吧，我们把这猫去装钱啊。只要对方打电话来，那确定人无代志，但你也是代志哦，都好参详。好，多谢啦。我规工死去找无弟弟，我心就烦得静袂落来。不知道要哪做才好。我是讲吼，咱讲我等办是办法啦。我看呢啊，咱大家哦，分头来问看卖啊。第一，你去掠走的所在，看大家哦，等出什么消息无？好啊，咱大家哦，搁分头四界问看卖咧。好。
快点。又有小姐请。哇哦，看你一个人真有做伫遮啉酒，是安怎是？会当拄到你。饮到这杯，你关心我的酒，我想想，感觉今仔日嘛会遐尼歹。又果是林太太的代志哦。可以给你进前六九第七回，你讲阮太太情绪无稳定，真有可能会带囡仔出去，结果真正发生啊。我迄个时阵，佮遐尼自信，佮你讲，阮太太是遐尼爱迄个囡仔，即马想想，真正是更笑。敢讲，唔是家己生，真正是有差。唔是家己生，啥物意思啊？那不是因为那个鸦片，我可能搁袂发现阮太太是安尼对待晨晨的。我那受到晨晨进前，毋知受到偌济委屈，我都做唔甘的。我去我家己，我是一个失职的爸爸。哎，好啊啦，卖啉到遐尼紧。你妈妈一直责备你家己，这种代志虽然大人有责任，啊，不过你敢无想过，是安怎恁后生一直拢无找你求救？唉，咱拢就是讲哦，囡仔细汉，啥物拢唔捌，其实因捌的代志比咱想的搁较多。恁后生。一定是无想要看到你甲恁太太冤家，所以伊唔只家己一直忍调的拢无讲，甚至阁配合哦恁太太去讲白贼。这哦，就是伊对爸爸妈妈爱的表现。高先生，你有一个做善良的囡仔，应该感觉足安慰。所以啊，今嘛知影，总比永远拢唔知较好啊。而且我嘛相信，恁太太以后应该袂阁安尼对囡仔。唉，不过话阁讲倒转来，情绪这款代志哦是真歹控制。就亲像咱有当时啊，无想要发脾气，也不过阁实在无法度控制。意思是讲，阮太太也阁烦。你嘛莫怪伊啦，我相信伊嘛无想要家己安尼。我想哦，伊是心内破病啊。我若是你，我就会带伊去看医生，还是将恁后生先交予别人照顾。去看医生啊？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你都是上辛苦的。你爱管理公司，搁爱照顾家己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力啊。所以哦，在照顾别人的时阵，
妈妈要记好好照顾你家己。原来这个世界上也是有人会了解我，我真正感觉足感动的。不过，我头一次看到你，就跟你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后来大概若拄到，这种感觉就愈来愈重。我就感觉真正是找到心灵伴侣。高先生，坦白讲，我跟你有同款的感觉。